嗨，家人们，天气越来越热了，那么盘发肯定是少不了。今天给大家教一个手餐党都可以炸的一个盘法啊，上面就是左右两边给它炸一个皮筋，下边就是一个鱼刺骨片。鱼刺骨呢就是非常简单啊，一定要记到我们到什么时候手里面抓的就是两缕头发，就是从侧边夹过一来合在一起，再从侧边夹过一来再合在一起，然后再给它盘上去，固定起给它插上，再用一个美美的发饰装饰一下就 OK 了。你学会了吗？